不是，我跟大团队下来的，由台北，对对对，中卫组对不对？是南商的实习心理师，哦，他今天当司仪。哦，你当时 OK， 没问题的，加油加油。需要防蚊液吗？因为学生他们防蚊液吗？这里面会有防蚊子吗？刚刚有学生被叮的啊，如果没关系啊，应该是还好。这边博文老师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谢谢谢谢。他班里也很忙。